想象没有你的世界，我该怎么活下去？所以，请你回来，童。梅玲，梧桐在吗？谁啊？我想接他回家。梧桐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请进。这是梧桐留下的。梅玲，谢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会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无念，痛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梧桐他犯得着离开吗？老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他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梧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老婆，你这样生气对胎儿不好。梧桐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我之所以可以撑到现在，都是因为梧桐。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还记得他曾经说过，人不怕走在黑暗里，就怕心里没有阳光。我相信我心里的那缕阳光一定会支撑着我找到梧桐。我也相信我一定可以牵着他的手，相互扶持，走完这一辈子。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你的爱他肯定能够感受得到。彤彤，过去坐啊。来，彤彤。爸。好，这是朱某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向氏并购力士的合约书。哥，你要把力士名下所有的股权和产业，包括正在建设的海南项目，归到向氏名下。总之以后没有力士，只有向氏。爸，你可以把你的全部都给我，我也可以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也姓向。好儿子。好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。爸，坐。爸爸，我想妈妈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错怪了他，让这孩子受委屈了。现在警察那边有没有梧桐的消息啊？哥，警察那边还是没有消息。我问过王警官了，他也没有线索。我们想要找到他的话，恐怕是大海捞针。除非他自己出现，否则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厉仲谋。今天，我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，而是以梧桐丈夫的身份，在这里请求你们。希望你能看到，一年多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却是刻骨铭心的。因为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世界里面有了你。你对彤彤的好，对朋友的信任，还有你无可救药的乐观，都是我渴望却不曾得到的。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，却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你。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痛过。我没办法想象没有你的世界，我该怎么活下去。所以，请你回来，彤。回来吧。Thank you.